OK，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小妹私房菜。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芒果腌菜，芒果的阿嘎阿嘎。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有什么食材。食材啊？OK，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有什么食材啊？我这边有西米哦，五西米十五克的十西克，然米。后我这边有2包的这个腌菜精。OK，那个阿嘎阿嘎泡的啦，OK。对，然后有白糖，这边是煮好的西米，等一下我煮给你。这个煮好了，焖焖的哦，泡水了，现在拿起来。这边是芒果，然后香囊叶，就椰浆水这样。OK，很容易的。那个腌菜粉，阿嘎阿嘎泡的，对吗？其实你们可以在超级市场都买得到的，看你们买什么品牌啊。如果你们买的品牌跟我们的不一样的话，你们要看着那个后面的那个说明，看要加多少水，然后多少糖，要看放多少。我买的都是没有颜色的，我们买的都是这个啊。所没有以颜如色。果不一样的话，不一样的对在哪里？不一样的话，那你们要看后面的那个说明啊，看是怎样的，OK？然后这边我要先煮那个薏米哦，那个西米哦。OK，现在我们要煮那个西米。水开了倒下去就可以了，要等水开哦，水开了倒下去，然后搅拌一下，然后给它滚。那个水要滚是吗？对。然后你给它滚，不要紧，给它去煮10分钟哦，然后你再给它焖多15分钟这样，给它大火给它滚，不要紧，就是滚10分钟，然后焖住，关火焖10到15分钟啊，它变透明了就可以了，okay. 然后你再捞起来泡在水里面。OK，所以滚10分钟，然后关掉火，焖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这样给它去煮就可以了。我这边有那个腌菜精，这个冷水哦，我放1000 ml 的水，然后就是直接这样，因为一包你不可能煮一半嘛，你还要去量嘛，就是一整包倒下去啦，一整包就放1000 ml 的水，冷水哦，不可以烧水，然后糖。糖你们可以甜的你们就喜欢放多，不甜的你们就放少。我大概这边是200啦，250可以啦，250是甜的哦，100没有两，如果它的照这边它是250了，okay. 然后你们甜不甜你们自己喜欢的哦。腌菜粉一包是10克，10 gram。也是10克，对吗？没有12克哎，后面有写糖哦。12克，就是看你买什么品牌啦这个，我懂，外面有很多品牌的，所以你们要跟着后面的说明，放多少水，多少糖。糖你可以减少了，可是那个水要跟着那个比例。对，我们买的这个是1000 ml 的水，所以我们就放1000 ml 的水。然后放香囊叶，放板蓝泥，给它有那个香味。我喜欢撕开哦，撕开会比较有那个味道出来。下午好，大家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点赞分享出去。其实阿嘎阿嘎比较容易做，你可以变出很多不一样的。OK。他们有讲说，齐金布有问是不是做古早的阿嘎阿嘎，我就讲什么是古早的阿嘎，不是讲放椰糖放可可奶的。椰糖放可可奶，你们要椰糖放可可奶改变？改天了，改天我们做椰糖放可可奶。所以你看现在滚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关火。滚了就可以关火了。对。然后倒一些在这边，倒一半在这，倒一些在这边等一下我要弄干了。要过筛哦，那没有，因为把那里。对了，有时候也有好像硬块，所以要过筛哦。OK。做一个金色，一个红色。所以这些是你们自己喜欢哦，要多少都可以。
因为我的暂时有所以是变成一块一块的。有什么？我当时可能刚才弄那个腌菜，然后黏住。你们不要放色素也 OK 的啦，就是自然的颜色也 OK 的，没有关系的。就放一点点颜色好看而已。然后这个就是倒下去哦，一包，一包是要1000 ml， 然后我这边500 ml 放水，然后我另外的500 ml 我放椰浆，浓椰浆哦。你都可以啦，你们要买那种什么椰浆都可以。小妹有几个孙？三个。糖也放下去。可以，这样我们就放250的糖，你们的糖不要放这么多也没有关系啊。对对，你们自己加钱哦，糖。有三个孙。三个孙。我有两个。我妹妹一个，她的两个从小就是我带大的，我的已经很大了，我妹妹的比较小。对，好，好，让你坐下。不是，我们不是用托尼亚库的，我们是用阿嘎嘎泡的。那你要，如果你要用托尼亚库也 OK 啊，托尼亚库啊，你跟着它的那个后面的那个指示说明要放多少糖多少粉。它的阿嘎阿嘎跟托尼亚库的口感不一样啊，阿嘎阿嘎的比较阿嘎阿嘎比较结实的，托尼亚库的是比较蓬松比较软的。现在滚了，我就把这个椰浆放下去。OK， 滚了，我们去倒一下那个椰浆哦 ，coconut。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因为椰浆不可以煮太久，煮太久会出油。因为这个椰浆我没有加任何的水哦。这样可以了，放掉。你们煮这些的时候，你们要记得你的那个锡米哦，滚十分钟了，你们要记得焖它，就是关火然后焖。10到15分钟啊，那反正一包哦，你看一包就可以做两个了。粘在一起哦，会变成变色，红色。红色跟青色哦，我觉得。所以这个是他之前做好的，因为刚刚做的还没有凝固嘛，不可以用。大家请问我问题 ，please。没有问问题，不懂要讲什么呢？我不是凯凯耶，凯凯可以 stop non stop 的，我不可以。你们问我问题，快点快点问我问题。你们要买多几盒的话，你们 WhatsApp 我这边，我这边哦，我这边。已经没有这样烧，也是不可以太烧了。然后把那个玉米放下去。西米，我一直讲错啊，西米。给你们看，把那个西米。多少你们喜欢啊？你们要放多少西米？你们喜欢啊？你不要这样多了，我不要这样多。不要这样多啊。把这个 mango 放下去， mango 就放下去， mango 可以多一点。其实看你们个人啊，你们不要那个西米哦，你们只要 mango 的话也是可以的。Why the green color agar agar got two tone 呢？因为那个做好的 agar agar， 它刚才放在冰橱，它放在红色的上面，它就有两个 tone 哦。那么要问你怎么做两个 color？
没有，昨晚做的方明竹。OK， 那剩下的你看它就可以，那个不是 mango 啦，只是因为多余的，它就放那个 green and red color 的。啊，你们也要放也是可以啦。多就多，所以这种是随意的哦，不是一定哦。所以现在就等它冷却，也不要放太多料了，然后吃不到阿嘎嘎。没有吃到，全部都是阿嘎嘎来的。没有的，全部都是 mango 和西米。嗯，这个没有西米啊，这个是颜色，你放下去，你等一下也是一样的。所以你们可以直接放去冰橱里面，你要多少都可以的。可以直接放去冰橱里面冷，让它冷哦。阿咪，嗯，可以直接放进冰橱里面。冷了就可以放。嗯，现在已经做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切给你们看摆盘。那两包可以做这样多。我们今天会有很多阿嘎阿嘎吃。我们现在是在直播啊，现在。So please, yes, you can order. You WhatsApp admin at 9884-9208. Okay, WhatsApp, or you fill in the order form below. Mm-hmm. 对对，七彩缤纷，对，要看你自己看什么，要放什么都可以的。Mm-hmm. Yes, yes, Pepe Lo, yes, we are here.我们现在是在直播，你好你好，看了就很想吃耶，我等一下就可以吃了。还是有哪位姐姐大姐住靠近我们的家，你们要来吃也 OK， 很多阿嘎阿嘎。Mary Lee, the version of 阿嘎阿嘎你要看你you must refer to the packaginginstructions, 因为 different brand has different ratio of agar agar powder to the water. Okay, the one that we use is 12 gram of powder to 1000 ml of water. 12 gram of agar agar powder to 1000 milliliter of water. 可以看的，看得到吗？有这个倒出来，有这个也是一桶。可以，你放平平就好，等下再摆盘。OK， 这个就是这样。OK， 好看吗，大家？哇，很好吃，看了就很好吃。OK 了，好，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OK， 谢谢你们收看小妹私房菜。OK， 我们这个来临的星期五对吗？没有直播，所以下一个直播是星期一哦。OK，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拜拜。